我不是地域黑，但是他说什么我真的听不懂，我真的听不懂啊，姐姐。哎，是一个，两个。你是在哪儿上学的？三个。啊？你在哪儿上学的？我跟他一个学校。哪个学校？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校。哦。一个。梁晶晶，没来得及吃啊！我天。哎呀！哎呀！你笑得好开心啊！